我觉得其实你的声音还蛮甜美的，可是，你声音真的是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力气，没有什么 power， 就是觉得那个尾音真的 power。邓丽君最难的地方就是她的气息非常的足，非常的浓，嗯，你缺少了这个东西，所以你要唱唱歌很吃力，但唱的还 OK， 但是没有气息，加分题。我带来那个张清芳的《天天年轻》。OK， 那不好唱哦，请开始。你不要吓我。不要这么没自信啊！好，再来一次，那很好唱。谢谢。好简单哦。加油。为生活加把劲，笑容也是祖国力，今天有个特殊意义。恭喜你过关，但是你一定要慎选歌曲，因为大家都以为邓丽君的歌很好唱，她其实是最难唱的。你要轻很柔，你必须要学她的整个才有办法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嗯，谢谢，恭喜过关，谢谢。而下一位选手更是请来有力的分身为他站台。哇，你有分身吗？有，我有分身。刚才那个是你的妹妹是不是？你们是双胞胎是不是？她是我姐姐。是双胞胎吗？双胞胎。哇，好像好像，好厉害哦。对，这招好厉害啊。对，其实我们特地打扮成一模一样。其实你们本来就一模一样啊。没有，因为跟我们差不多90%很熟的人都知道我们都不像。 OK OK OK， 但是这是一个巧思，很好。带了什么歌？邓丽君的雨的旋律。邓丽君啊，哇，好棒，好怀念。谢谢，请开始。